据韩媒报道，经纪公司回应宋慧乔出售豪宅一事，今天上午报道的三成洞所有别墅是一年前出售的房子，因被误解为好像最近急于出售，对于一年前推出的待售品出现了其他传闻和误会，感到非常荒唐。另外，对于5号香港媒体提到的拆除龙山新房的内容也进行了回应，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这是连真实情况都没有确认的假消息，宋慧乔没在那里住过。报道说像婚房一样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只是艺人的个人私生活而已。但这种假新闻不断被提及，再次感到受伤。近日上午有媒体报道说，宋慧乔最近以82亿韩元的价格出售了位于首尔三成洞的单独住宅，该住宅是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两层的单独住宅，占地面积454平方米。最重要的是，该住宅在高级住宅密集的三成洞住宅园区占据最佳位置。该媒体援引房地产相关人士的话报道说，每平米价格还不到6000万韩元，低于实际交易价格，考虑到各种条件，这无异于紧急出售。此番言论引发了热议。